各组注意，前方丧命员即将到达，立即做好收拾准备。这是一场防护背景下的伤病员应急救治演练。接到命令，野战帐篷医院分诊组、救治组等各组室的医护人员迅速奔赴站位，做好伤员收治准备。根据伤员不同感染程度，医护人员快速制定救治方案。在妥善救治的同时，他们还将伤员伤情快速录入电子伤票系统，确保救治流程动态可查。我们帐篷医院包含卫勤作业、临床检验、影像诊断、传染病伤员抢救留置等多个功能单元，通过模块化编组，医院能够随时转换，承担不同类型的卫勤保障任务。星景野战帐篷医院的13个功能模块可为伤病员开展临床检验、影像诊断等检查，同时配备了呼吸机、血液透析机等专业救治设备，能够满足近百名不同伤病员患者的同步诊疗需求。我们这个野战帐篷医院还兼顾一级保障和指挥链路等要素，功能更加完备，收治数量和救治效率也得到大大提高。